好，欢迎收看科幻幕布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科幻电影《年轻人》。影片的背景是由于人们的过度开发，地球陷入了缺水的灾难，人们为了抢走水资源而死。影片开头，枪手杀了两个想要偷水井的人，但是打开水井却发现那个水井打出来的不是水，而是泥土。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内向的小男孩和一只驴。枪手在回去的路上碰见了一支打井队，他为了想让打井队给在自己家那边也打个井，经常去给打井队送一些吃的食物，但是打井队却一直没有同意。在回家路上，本来就温可的驴子受伤了，枪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就把驴子给杀了。枪手有个残疾的老婆，还有一个叛逆的女儿小美和一个内向的儿子小男孩。当时水资源十分缺乏，连刷碗的时候都只能用沙子，枪手为了养活家人只好去市场上又买了一个机器骡子用来运输食物。小美竟然喜欢上了一个坏小子墨镜男，而这个墨镜男曾经在市场上和枪手竞价过电动驴子。墨镜男接近他们，想要偷走枪手买来的电动驴子。尽管墨镜男偷走驴子，枪手通过警察丢来的监控很快就锁定了骑摩托的墨镜男。枪手来到了他家，找到了墨镜男的爸爸，才得知原来墨镜男已经去给那些打井人送粮食去了。枪手前去抓走了他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墨镜男先是对枪手忽悠了一会儿，然后竟然反杀了枪手。小男孩和小美对父亲过世的事很伤心，墨镜男从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电动驴子，并且使用威逼利诱的办法让打井队也为自己家乡打了水。为了有更好的生存环境，他和机器驴子在一起对土地进行耕耘，种下植物，后来又通过拐卖儿童来赚来的钱还清了农场的所有债务。之后他又迎娶了小美，并且带着小男孩一起创业。虽然说眼镜男的确很快，但却给这片荒漠带来了水资源，还在土地上种满了农作物。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属于一个土豪家庭了。而此时电动驴子也没有用了，墨镜男准备把它给卖掉，但是没想到电动驴子竟然自己逃跑回到了原来的厂家。厂家对他进行了整理修补，升级了一下，升级后的驴子在市场上再度碰见了小男孩。小男孩从驴子的储存影像里面发现了自己父亲死亡的真相。在墨镜男把枪手害得半死不死的时候，他把枪手绑在了电动驴子的后面，然后让驴子一直拖着枪手走，就这样活活的把枪手给拖死了。知道事情真相的小男孩内心十分痛苦，但此时自己的姐姐小美已经怀了墨镜男的孩子，不忍心让自己的外甥出生就没有父亲，难道他就这样放过自己的杀父仇人吗？到最后小男孩还是对眼镜男下手了，用自己父亲曾经的解决办法，用老枪在之前墨镜男杀死父亲的地方把墨镜男给杀了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没有水资源的未来是多么可怕，这也警示我们要珍惜现在地球资源，不要破坏环境。影片中情节跌宕也很有看点的，是值得一看的电影。